早上8点，我刚住了一个宾馆回来了，他们都还没起床啊，快九点了，看一下娟娟小同学起床没有啊？没动静，人呢？哎，这是8点半呢。起床了吗？哎呀，天气太冷了。你怎么这么早啊？几点呐？你看一下还早吗？我不知道几点呐？不知道几点？那我现在起来。你这衣服还我这个衣服会什么衣服？保暖一点。这白色的衣服蛮好啊，适合你穿。睡衣。昨天晚上很冷啊，好冷，睡袋都没有。我没有睡袋，没有睡袋啊。昨天晚上好像8点钟就睡了，你睡了都现在几点了才还没起床？不知道，厉害了，今天没下雨了。哎呦，快9点了。是啊，你还没起床？8:54了，准备做饭呢。好，我马上起来啊。今天可以找个地方玩一下。不下雨了吗？看样子是外面没下雨，路都干了。好，我起来了。好。我说换一下衣服。你换吧。加点水做早饭。哎呀，今天要带娟子出去玩，因为今天不下雨了，天气好了。哇，两个这种车都是一样的颜色。还没弄好吗？你还在整理你的床？对啊，我先把床整理。和你家里一样是吧？睡完了还要把它整理好，这也不需要装东西，今天不用整理。今天不用装东西啊？今天就是出去也是，不带吃饭的，晚上还回来的。我知道，行。你看朋友们，娟子已经把冬天的这个大棉衣穿上了啊。还有一点湿啊。那我那里有电烤炉，烤一下就好了。电烤炉，你还有那个暖炉子，我买的烤火的那个。什么时候买的？早就买了，去年在山东那边买。不是说还洋葱吗？搞个洋葱炒蛋吧。在那里这里还有啥？这个洋葱，就剩洋葱跟辣椒了，至少。那个是腊肉。很咸的是吧？洋葱炒蛋和辣椒了。看晚上，我们在路上晚上买点菜回来。这是没菜了啊，朋友们。哈，第一次把这个菜吃的这么干净了。我们以前都没有吃过这么干净过。真的第一次吃的这么干净。哎呀，我们都是很节约的人呢。我记得旁边的老哥也起床了，我们先把饭吃完，今天出去玩了。他们都说你昨天没有发烧。天气很冷啊，烤烤火。要下去了。大娟子说吃洋葱炒腊肠，
然后辣椒炒蛋，本来我是要吃洋葱炒蛋的，他说把它换一下，洋葱炒肉也可以啊，我以前没有这样炒过，很少。那就按照你说的炒呗。就炒不洋葱炒肉，因为我也觉得这样好吃一点。起锅烧油。啊，我紧。再炒个腊肠，那个洋葱呢？在那里啊？哦，有炒反了，先炒洋葱的，赶快。那你先把它弄出来。弄糊了。哎呀，这里有点干。糊了。没事没事，刚好这样就更好。好好冷的天，这个时候真的烤火是最好的。妈，有一点吹着我整个。哎呀，出锅了，出锅了，两个菜，哇塞，香肠炒洋葱，好香啊。我们今天要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水库，朋友们看看能不能，风景非常的秀丽啊！我带了无人机，今天带大娟子出去好好的玩一玩，因为雨过，这个天晴了嘛。在这里主要是没啥事干了，没啥事干。我们晚上看看回不回来啊？晚上如果不下雨的话，就找个地方露营吧。出发了。尴尬了啊！我们这走到哪里来了啊，朋友们？马上就要上高速了啊！今天和大娟子乱跑，跑到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，荒无人烟的。左边是高速，这个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又跑了80多公里啊，找不到露营地了，这咋搞啊？也不知道往哪边走。怎么办呢？往哪我走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嗯，那这去哪里呢？前面不知道有没有路啊，没路了，前面是出口吗？对啊，我们也不知道走到哪里来了啊。嗯，往哪里走啊？饭都没有吃，马上就下午5点了，饭都没有吃，东跑西跑的。那我们就再去走走呗，走到哪里去啊？看一下。那找个地方停车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人起锅烧油的地方，不然饿了一天肚子都快饿扁了。行吧。嗯。朋友们，我们找个地方吧，停做个饭吧。这大下午的饭都没吃，到处乱跑也不行啊，是吧？不能把大娟子饿瘦了。哎呀，这是跑到别人房子里面来了吗？在这里可以做饭了。这里不行，过一会被别人赶走了，还是自己走吧。哎呀，掉头没有路了，还是自己走吧。去吧，我们也去在里面蹭一块地去做饭吧。行。这里面人又多，还有钓鱼的，蹭到就是赚到啊。也对啊、哦。嗯，
看有没有再有人送鱼的。哇，这地方不小啊，老大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老大了。这里来了啊！哇，这里面可，哎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哦，他过夜不包含，我没问他过夜多少钱，那我们下次出来不就可以在这里住了吗？哦，这多好啊，是不是？这多好啊！你看这里又安静。那当时咋没找到嘞？没看过夜多少钱啊？我先下。来指挥，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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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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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右边就是高速公路啊，朋友们。今天和娟子跑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。现在稍微有点人烟了啊，我们准备在这里起锅烧油。哇，这是一个游乐中心啊。我们怎么找到的？圈子找到的。又到一个地方。肚子饿了吧？饿了。饿了，起锅做点饭吧。今天在路上菜也没买到，就只有剩下两捆白菜了，一看你吃不吃得下。嗯，行吧，行啊，嗯，那就在这里先做饭呢。嗯，去看有没有饭馆吧，有饭馆我们去蹭一顿。行吧。嗯，在这里做饭真的小，还是有点担心被驱赶。走吧。哎，娟，大娟子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跑到这里一块流浪，连饭都没吃上。哈哈哈哈。这是旅游，什么心情？这是穷游，这是流浪吗？这是穷游，流浪式的旅行啊，朋友们，我们这是流浪式的旅行。嗯，搞了一天饭都没吃，跑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跑得挺远。哎，他这里可以租那个车骑的，是对越野。但是越到哪里去了？这里面山地啊，山地越野。哎呀哎，可以啊。山地越野。越到哪个山地去啊？星途越野，欢迎你。里面有烧烤，星途越野欢迎你。哎呀，这里还可以啊。嗯，可以啊。这里是还不错。没看到人玩啊。对对。